傩是从原始宗教演变而来的一种民间习俗信仰，是古老的神与人的空间对话，更是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的历史延续。这种原始的崇拜来源于远古先民们对自然界万物兴亡法则无从理解的彷徨，在他们的思维里逐渐滋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人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神灵的崇拜与信仰，借助这种神秘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美好愿望，借神鬼之名以驱鬼逐疫祈福求愿，求得到庇护与安康。傩文化包括傩庙、傩神面具、傩舞、傩戏、傩服、傩服饰、傩兵器等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傩戏是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公元1641年，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兴起，傩舞吸取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傩戏于公元1661在湖南湘西形成后，由沅水进入长江，向各地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湖南、湖北的傩堂戏吸收了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四川、贵州的傩戏吸收了花灯的艺术成分，江西、安徽的傩戏则吸收了徽剧和木棉戏的养料。江西南丰县石油村的跳傩是中国现今极为罕有的古代傩祭仪式的遗存，它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代公傩基本方面极其相似。南丰傩舞与外地傩舞一样，演员需戴木雕面具表演，但也有差异之处。贵州傩的地戏有舞有唱，唱腔高亢，而南丰傩只舞不唱，是典型的哑傩，在中国罕见，是中国傩戏最典型、最原生态的表演形式之一。江西的是中国傩文化主要分布区域。如果谈江西的傩的话，那又要谈南丰的傩，因为南丰呢，南丰的傩呢，一个是传承历史悠久。据地方史料记载呢，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初，唐沙王吴内曾经到南丰聚兵，那个时候就开始传傩了。三溪乡石油村这个地处江西省南丰中部的小村庄，
古时属太平乡五十五都，坐落于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村庄周围水系交错，荷塘分布广阔，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大多依靠采摘荷花莲子补贴家用，而在他们看来，今年能有这样的丰收，全部都取决于世代保佑他们的挪神。罗慧武是石油村中唯一的一只挪班的大伯，在前年哥哥罗慧友过世以后，按照挪班的规矩，他从二伯升到了大伯。在接管了挪班后，因为年纪已大，他已经不再跳挪了。每天清晨起来，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祭拜祖先，随后他会将一支燃香插在自家的门口，以祭拜挪神，期望一天的顺利与平安。俺都害怕，就这三年，我个书法想过了，接着害怕，干不就结果了，干就是俺的要变化，毛一些变化，结果就养着三个娃，可能个我那个娃呢，可能是从八个人，就表示是个不像一个意思。石油村的挪班是由八位被称为伯的人组成。依次为大伯到八伯，八位伯的辈分等级森严，只有高辈分的伯去世或者离开了，下面的人才能递补，而大伯也不例外，同样是从辈分最小的八伯开始做起的。村子里的孩子们总是喜欢每天围在大伯的身边，这群从小观看锣舞的孩子也许并不能够明白锣的含义，但是他们更愿意在大伯面前尽情地模仿每一个舞锣的动作。孩子们的好奇与灵性，让大伯在没事的时候也愿意言传身教锣舞的技巧和姿势。一开始要纸钱，要一个哈秀，感觉才搞不就这个过去个壶就是香，今日忙两干多过，哪个都要不是香。跟你这带进来那个送不了，但是我屋里那边好整的一点，俺摇头，但心里好过，跟摇不当，摇的好摇的不好，搞得两块皮什么什么的。在词源中的解释是，古时腊月驱除诡异的仪式，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旧时迎神赛会驱逐异鬼。在中华神秘文化词典中则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挪用于驱赶鬼魅、消弭瘟疫的祭祀活动。古人认为瘟疫是鬼魅作祟造成的，只有把阎鬼撵走，方能驱疫消灾。而单从字面上看，将挪字分拆开来，就是当人遇到难处时候的处理方式。驱鬼的时候啊，发出一点声音，这种声音叫做挪挪挪，是这样谐音写过来的。可以后也就要造成一个字上哈，也就是因为要驱鬼，要辟邪，要驱邪，啊，那个赢得了病，得了瘀病，啊，有病，那就是碰到了浪，遇到了浪，赢遇到了浪，那就是叫罗。与过去那个驱鬼发出这种声音，大概是相吻合，但是是这样来的吧？大概是这样来的。这一天一大早，
罗班的二伯来找大伯。由于连续的干旱，村子里的村民想让罗班举行一个祈祷仪式，希望下半年村里的农作物能够有个好收成。因为不是农历的新年期间，罗班的三伯和八伯外出打工，并不在村中。二伯和大伯商量着是否在今天带领罗班其他的六人举行仪式。很快他们决定举行这个罗舞仪式，而在仪式前他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村中的罗班头人申请仪式。头人是罗班的老板，根据石油乡罗记记载，早在六个多世纪前，一位名叫吴朝宗的村中人曾在潮州府海阳任县令，在他当职期间曾用当地罗舞驱除瘟疫，返乡时他带回八位艺人教罗，并在村中修建了罗神庙，组建了吴氏族罗班，立下了严格的制度。石油村的罗舞班是归属于吴氏家族的家产，他们的罗舞只为村中的吴姓服务。吴氏家族对罗舞班的管理异常严格，绝不允许出村为外姓人服务。在经济上，罗班依附于吴姓的头人，由村中东房和西房的24位头人共同管理，采取世袭制度，由长男或兄弟继承头人的位置。因为他是吴朝宗啊，他在当海阳县令的时候带回来的，罗庙啊都是他们出资新建的，这个罗他就保佑他们吴氏家族的平安呢、所以他的一个家族罗，专门为吴氏服务的，所以他就后来就是吴氏管理，其他杂姓的就跳罗，他就很明确的分工，管理是属于吴家的，那么跳罗你就复制你八个弟子嘛，你就复制跳罗的，其他事你不要管，经济上当然说他就是吴氏家族，他有很多田产呢、他可以资助，这八个弟子呢，他就是受头人管理，他的，你跳得不好的话，可以罚。吴金煌作为石油村的主管头人，在罗班里拥有着特殊的威信与权力。罗班之所以能够沿袭并且保持了古老的原始风格，与头人的管理密不可分。这样一个威严的称号，代表了石油村类似封建家长制一样严格的宗法制度。他跳楼就是下人，姓吴的就是主人，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权利就是原来主动原来再来的这个跳这个罗舞的就规定了这个条约，就是这个意思，就可以有权取死你的，编发我就管你不了啊，你要习惯去哪里就哪里，那怎么行啊。大伯与二伯找到了头人，开始商量是否可以举行罗舞仪式。很快头人决定召集其他成员，让罗班在罗神庙里开始准备。罗舞仪式首先要将罗面具请到大殿前，而这一过程是要关上庙门，禁止外人观看的。在大伯嘱咐七伯取面具的注意事项后，七伯爬上了阁楼，打开香笼，将圣像一一取出，分两层挂在神龛的两根木圆上。此时大伯也开始换上罗舞的装扮，准备接下来的仪式。石油村罗班的所有服装都是信徒们祈愿达成后还愿时候所捐赠的，在每件捐赠的服装上都有捐赠人的名字和捐赠时间。他就这个是自己搞过，是的，其实肚子应该是的。挂好圣像后，庙门打开了，村子里看热闹的孩子们早早地守候在门口。大伯率领着罗班按照仪式规矩开始起罗。起罗是跳罗舞前必须首先举行的仪式，
邀请众罗神降临，请求罗神的保佑。请神的时候，罗班弟子分三排跪在供桌前，在请神时，大伯念的是罗神太子名词，这段词是并不识字的他逐字逐句多年来牢记于心的。在背诵完请神词后，大伯开始判告，判告是将圣告投掷在地面上，若是阴阳告则表示吉利，罗神同意可以开始仪式，若是阳告或者阴告则表示罗神不悦。大伯的第一次投掷结果并不满意，而继续投掷后，罗神同意了这一天的仪式。南风跳罗演出灵活，不受场地限制，无论厅堂、舞台、广场、和平均可演出。一人头扎布巾，脸戴面具，身穿彩衣，手持道具，合着音乐，印着节拍，豁然起舞。戴面具是罗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物造型及刻画性格的主要手段。演出时手脚弯钩身段圆是罗舞的基本动作。一人戴不同的面具，配以不同情绪音响节奏，可刻画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一面鼓一面锣，爆竹一响就跳锣。第一位锣神开山上场了。开山是锣坛大神，他手舞乐斧，上劈下砍，左推右挡，为罗神开导仙路，驱赶诡异，除妖禁坛，动作刚劲粗犷，气势非凡，配合铿锵激烈的鼓声，让人顿感热血沸腾，不能自己。接着上场的是纸钱，鼓声略微舒缓起来。据说纸钱之舞有女娲补天之意，也有一种说法是该罗神为商纣王之子殷郊。当鼓声再次激扬起来时，代天惩恶的雷神出场了，他右手执斧，左手握凿，挥舞得霍霍生风，步履矫健轻盈，也寓意施雷不雨，风调雨顺。大伯的年龄已经不再适合与罗班一起跳锣，他如今在罗班的表演中担当的是奏鼓乐手，用鼓点牵引着舞锣者的灵魂与舞蹈动作。石油村的舞锣伴奏是以扁鼓和一筛锣，扁鼓声色深沉而粗犷，筛锣低沉而洪亮，随着舞蹈动作的速度和力度敲击不同强弱快慢的音符，节奏简单朴素，充分体现出了石油锣箱的粗犷与古朴。
国文东西我好写用，你个脑子提一个理由就以后，你个脑子不提各个理由的就比较难说啊。问你的好的要跟着好，非常好过这天我强的你害怕的压个方面我点心的压个来的感觉万一你黑了你要北张密切努力走的写完后压方面把这东西摆到还有个东西啊里的带当有了带当农民去讨农饭了打折了给他卖棉了接棉线了你要有点心的。南丰地区的罗舞班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大多根据时代和民众的需求转而吸收其他地方戏剧内容，在宗教仪式之外追求娱乐性，如今已经很难看出古罗舞的模样。石油村的大罗节目总共分为八个，分别是开山、纸钱、雷公、醉酒、跳盼、双伯郎、罗公罗婆以及祭刀。石油村由于独特管理制度的保守性，使其他文化对它的冲击几乎为零，从而保证了石油村罗舞传统的仪式性和完整性。而时至今日，村民依然保持着对罗神的崇奉，也直接保证了跳罗风俗的延续。村民们相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在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中，罗神将会替他们赶走瘟疫，驱散鬼魅，带来丰收平安的一年。这个锣啦，那个这宗教形式、宗教观念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嗯，你像我们的哈，首先从那个驱鬼，慢慢的演变到求福、求寿、求财、求子、治病，啊，有这就发展的有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既然去求，那就有那个宗教意识在里面。那么每一年的跳锣舞，那就是一种娱乐形式。在石油，罗面具是神的现实载体，只有罗班的伯才能接触。戴上罗面具，伯们便游离在人与神的边界，跳起罗舞，他们刹那间便超越了平日的繁庸，在观者的顶礼膜拜中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化。于是那一刻，他们是用灵魂来演绎舞蹈的，而不仅仅是艺术化的肢体语言。他有好多罗班的面具，他是比较法脸的，颜色比较丰富了。但是石油村的面具，它色调比较简单，比较朴素，但是恰恰这个东西比较原始，它比较很简单化的。这个脸谱上面的纹饰啊，都是很简朴的，这个就是比较古老的。
它的造型，这个那个挪神的那种造型的那种震跳挪的那种震慑力，就好像一种原始震慑力，它那种造型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据《石油乡挪记》记载，石油原有挪神像24枚，公元1521年间，神像迁祀何时寨，返回时钓于江中，打捞仅得一半，至此石油村挪面具仅得13枚。石油村的面具造型各异，色彩纷呈，或威严，或滑稽，或深沉，或妩媚。在材料选取上，面具多用杨木或樟木为材料，雕刻工具主要以斧、锯、锤、凿等工具为主。在面具完成后，经过开光，面具才可以上殿。这个面具是代表一个神的东西，一个具体表现在那里。他五挪人，他是没有跳挪的时候是平常人，他跳挪的时候戴上面具，他就有一种庄重威严感，他是代表神在这里跳这个舞，他起的作用就是有那个远古对神的崇拜，他也靠这个神去驱灾避邪了，所以这个面具就是神的化身，他所以对他是很崇敬啊，那个崇拜了，这些东西是大家的一种心理。当然我雕挪的感觉一开始就是，哎呀，这个挪要把它表现成某一位神，所以体现雕它的时候抱着一种那个比较严肃的态度。大伯这天离开村子来到县城，找到了本地的挪面具雕刻师罗慧春。由于罗班中开山神的面具已经有些破旧，他希望能够为罗神庙中增加一个开山的面具。这个是我的代表作品，这个挪王。挪王呢，他的题材就选择你们石油村的那个挪面具为题材，把它创作出一个挪面作品。这个在全国获过3把奖，他是把石油的全部面具融合起来，这个代表开山了，还有雷公哦，罗公、罗婆，这个有判官了，小鬼、大鬼了，双胞了。在选定木材、商量过尺寸后，大伯满意的离开了雕刻厂。他和雕刻师约定好，一周后来取开山面具。一开始我认为石油的那个挪面具也很简单，这个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对他的了解与理解来说，感觉到他并不那么简单。他的外部特征是一个方面，他里面掏空里面的那个佩戴脸上的那种尺寸啊，这些都很有讲究。他有几个面具还要另外雕长一点，跟人的比例还要加长，他那个面具比人的比例要大一点。挪啊，这阵子跟着我多记一手是心，留到一手就是音。江西的挪文化历史悠久而富有传奇性，以挪戏、挪舞、挪仪为中心的挪文化系列，在全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宝藏中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原始生态文化特征，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挪文化深深地刻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痕迹中。古老而又神秘的挪在这里用祖先流传的方式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面对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挪舞将延续古老的方式继续生存发展，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